停红灯，只见左前方的修理车是刹车没踩好，还是想偷加波，一直往前滑行。修理车就这样往前撸了四次，第五次终于绿灯了，他立刻踩油门往前冲，旁边的警察也马上追了上去。跟在后方的驾驶全程目击，被这一幕给逗笑，不断拍手，还发出了魔性的笑声。驾驶忍不住笑到忘我，影片曝光后立刻引发网友热议，有人说他是在测试警察的忍耐度吗？警察还是很讲究的，第一个动作转头看了看，第二个动作打开警灯，第三个动作鸣笛追上。而这事情发生在彰化园林市园吉路二段的一处路口，修旅车都已经越过了停止线，警察就在旁边，他还蠢蠢欲动，红灯了不断往前滑行，这下被当场抓包，依规定可处1800到5400的罚款。我没有违规，你没有违规，你闯红灯，你没有违规，你有没有闯红灯？我看到绿灯，让我，我不知道我的身份证号码，确定好？现在约十点，你不要管我的路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不可以离开，你跟我去小园，不用，你现在给我留到这边。我看到你是来走的啦，你现在妨碍公务，你就是，妨碍公务现行犯，妨碍公务现行犯，现在马上支援，因为他要杀人一样，我就说救命啦，救命啦，警察欺负老百姓啊！那忽然间他就把我过肩摔了，那我就趴在地上都不能动，然后。内裤跟外裤都尿湿了。我没有违规啊！你没有违规，你闯红灯，你没有违规，你有没有闯红灯？我看到绿灯。被警方当街拦下，眼前这名妇人继续自顾自的往前走。把身份证给我。我不知道我的身份证号码啊。确定哈？现在约十点，你不要管我的路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不可以离开。你跟我去小园。不用，你现在给我留在这边。即便遭呵斥，妇人依旧拒检不甩，人民保姆还用力推远景一把。我看到绿灯来走的啦！你现在妨碍公务，你就是。妨碍公务现行犯，妨碍公务现行犯，现在马上支援。很痛啊，我就好像觉得他要杀人一样，我就说救命啦，救命啦，警察欺负老百姓啊！那忽然间他就把我过肩摔了，那我就趴在地上都不能动，然后内裤跟外裤都尿湿了。事发地点就在板桥园摆旁，由于行人多，因此设立了行人石像，妇人却在路口连闯两个红灯，反控远景把他摔到浑身是伤，是有点头晕，想要吐。脖子抓住然后扭动这样。原来妇人想搜集大创限量的金鱼碗，但当时店家告知剩下板桥的小圆白有货，这下几经波折他才买到8个800元的金鱼碗。大创百货他规定说留东西只最晚最晚是只能到晚上10点啊，啊我就已经错过一次了，因为我本来去南京店买的时候就隔天去买就被 买走了，所以因为那个东西对我很重要，而且我觉得 我是很守信用的人啊，我觉得承诺对我来讲很重要啊！我那时候想得很天真，我想说他会跟着我下去，结果不是啊，就被过肩摔了。当时我们同仁一手拿无线电，另外一手将巡女压制在地上，所以并没有过肩摔的状况。这下为了拿金鱼碗想当个守势的人，却冒险抢快闯红灯，成了不守法的人，这真的值得吗？东森林上吴新伦在新北市报道。但是你这样就是在造成车祸的主因啊！你们真的太丑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请你不要碰触。你可以去监理站申诉。没关系。如果我们执勤，你觉得不妥，你可以向你督察组申诉。台南这名
远景取缔违规，遇上不服气的女骑士，冲突一触即发。你们真的太可恶了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请你不要碰触我们的警用巡逻车。你没有资格碰触。你讲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讲嘛，你刚刚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要讲啊。你自己讲嘛！其他同事赶紧将这名员警拉上车，避免更大的警民冲突。时间往回到11月15号中午的时候，在台南市健康路和三官路口，女骑士逆向行驶转进三官路，违规事项一清二楚。女骑士被拦下时，先是担心罚单金额，是被罚钱。哎，我现在在开单，多少啊？哎，就逆向，多少？这个要5天后去缴才会知道。可以原谅我一点吗？但是你这样就是在造成车祸的主因啊！眼见求情不成，开始拜托远景。下次我会注意的。这边右下角帮我签名一下。啊，下次我会注意的。没办法，无论女子如何拜托求情，远景秉公处理，开出罚单。最后女子求情不成，祭出眼泪攻势，自己拍下这段影片。你们真的太可恶了！就这样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请你不要碰触。影片最后被公开在网络上，女骑士原本是想讨拍，却遭到网友挞伐。的确，错了就错了。女骑士如果遵守交通规则，警察也不会无端来开单。东森新闻黄从群在台南的采访报道。有民众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听到鸣警笛的声音，结果定眼一看，相当疑惑。这名女警骑着警用摩托车上了国道之后，一下子在中线车道，一下子车子又换到了内线车道，接着又换到外线车道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实这名女警当时在执行勤务，她在追捕一台违规拒检的车辆。那么更早之前，这台车子是在大寮的凤林二路，那么被这名女警发现，她闯红灯，转弯未打方向灯，而且行车的情况看起来是摇摇晃晃的。她上前拦查，没想到这部车子竟然没有停下来，而是加速逃逸，一路由88快速道路再往国道，女警也就一路这样追了上来。尽管这部违规的车辆最后并没有追到，不过她将会被依不服稽查取缔。闯红灯、未打方向灯，最高可开罚新台币39000元。警方将会通知车主到案来说明。至于警车到底能不能够骑上国道，那么依照法规，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并没有受限。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。不会骗你，如果我真的对不起你，你申诉我好不好？哎，你好，我是福建小区派出所的。今天是有什么事情要领很多钱吗？